继续是来自日本活动的消息，嘉义市立文化中心展出《友情天地林美雪创作古典》，在北一路中任教的林美雪退休了后，才开始学画，至今十多年，从来唔捌中断。虽然起步慢，但是将主观的情感融入其中，在画布顶端营造专属于家己的世界，作品充满温馨的风格。对世界旅游的过程当中，所看到的美丽风景，到人物写生，投入创作十外冬的林美雪，代代外文系毕业。在北一女担任教师退休之后，重新安排生活，开始学画图。先后接受过四位老师的指导，到今麦已经十外冬，从来唔捌中断。伫咧学画图之前，唔捌对着画图特别有兴趣，对着色彩。光影、物像、景观的显现和变化，也无比一般人有更加特别的感觉。但是学画图了后，渐渐开始有改变。现在不只是感应灵敏，而且嘛会将家己的情绪融入在画图当中，伫咧画布顶头映射出专属于家己的世界。林美雪对着法国印象派大师的作品相当喜欢，嘛特别留意伫咧影像光彩的变化流转，画静物。风景、人像拢色彩缤纷，最近这两天开始尝试将形体简化，将色泽单纯化，色调表面的繁华和物像的本质呈现，也展现和过去无同款的风格。林美雪的作品给人一种温馨的感觉，主要伫咧伊的心境。伊时常感觉家己身躯边有亲戚朋友作伴，是一个相当幸福的人，所以伊的心中充满着感激。林美雪创作个展对接入去在嘉义市立文化中心登场，欢迎嘉义市民的到访机会，莅临现场来一座温馨之旅。最新新闻中，由王小山嘉义市采访报道。